现在计时开始。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。两位七十分呢，哎，少了一分。好了，请我们两位师傅加一加。鲜鱼和吃的项目的场内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手制一下。要完没有？比赛现在计时开始。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要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。